劳力士旗下嘅超级王牌地通拿11650LN 咧，应该系好多人心目中想买又买唔到嘅神表。原因咧就因为品牌嘅专门店啦、经销店啦都冇货啦，而二手嘅市场咧都炒得非常之高。11650LN 咧本身嘅定价咧喺不锈钢手边里边咧门槛咧就算比较高的款式啦，不过这几年呢行情不断咁升，最近已经突破到20-30万。最近呢外国媒体就公布了他们在市场上观察到Daytona 11650LN 的市场价格走向。讲一下结果先啦。11650LN 可以分成白面、黑面啦。自从呢手表2016改款上市之后咧，白面受欢迎嘅程度咧一直都高于黑面嘅，所以咧喺2021年嘅尾声，黑面嘅价格咧就冇白面咁高嘅。首先啦，你会见到白面咧就配咗黑色嘅表圈，再配白色嘅面啦。望落去咧就好似熊猫嘅颜色咁，所以好多人咧都会叫11650LN 叫劳力士熊猫地通拿嘅。而黑面你见到用咗黑色嘅表圈同埋黑色嘅表面啦，好多人亦都会攞呢两只表作为一个情侣表嘅佩戴啦。唔知大家你哋会鍾意黑面多啲定白面多啲呢？近距离睇咗之后呢，会唔会觉得黑面其实赢过白面呢？会唔会觉得迟啲黑面亦都会升多过白面呢？